好啦，太阳高高最后入闸是魅影猎飞。全部马匹准备投档九场赛事，三班1650的泥地赛，大二暂时显示是7。好，第一起步的时候啊，咁前面快闸的马咧，黄脚立外边黄帽嗰只啊，中间有红心啊火钻啦，中间抢上去幸运传奇，最出蓝衫，仲有只开心涌区啊，响佢隔篱咧就系呢只手到再来噶啦。咁大约跟住个第六位就大众开心啦，中档第七情王啊，内栏咧咁走上啲，有太阳高高啊，后啲嘅马加宝神驹系蓝衫啦，内栏尾五咧就魅影猎飞啊，后边四只智胜时机啦，精彩动力嘅尾三位置啊，殿后两匹马分别系无心睡眠同埋嗰只咧就太阳之。子嚟噶，开始跑对面直路咯。黄脚立走中间啊，占先咗噶啦。内栏位置咧就幸运传奇啊，开心涌区就蓝衫第三啊，守住内栏第四系火钻啊，出边第五位仲有手到再来啊。咁再见到好多层啊嘛，情王响中档紫色衫啦，内栏咧仲有太阳高高啦。咁再后边嘅马啦，内栏大约跟住个第八位咧，仲有魅影猎飞，中间加宝神驹，出边大众开心啊，后边四只精彩动力致胜时机啊，尾二就无心睡眠啊。咁啊响后边咧系嗰只太阳。之子嚟噶，好啦，咁转紧弯嘅时候啦，黄脚立好松容咁，已经啊带咗出嚟噶啦，开心涌区就逼下去，再见到外边啊，手到再来开始外边冚噶啦，涉入边追噶嘛，仲系幸运传奇精彩动力啊，揈出嚟中间有火钻啊，外边啊情王啊，最出系魅影猎飞啊，兜到嚟最后300米到啦，咁啊见到黄脚立抛嚟咗半个身位啊，手到再来开始追佢啦，外边魅影猎飞亦都追紧上嚟，再入边位置仲有精彩动力啊，最后100米手到再来出咗嚟。外面魅影猎飞逐步蚕食上嚟，入边仲有一只黄脚立接近终点，睇个势，外面魅影猎飞过啊，跑第二名，手到再来啊，第三名，精彩动力响中间，入边黄脚立啊，结果今场赛事以为手到再来都有机会出头嘅时候啊，呢只魅影猎飞先过咗埋边嘅黄脚立，直追手到再来，咁啊始终都系赢过嘅马啦，咁啊而魅影猎飞亦都打开今季嘅胜利之门啊。第三名精彩动力，第四名埋边是黄脚立。七号的魅影猎飞啊，临尾大热门嚟噶，咁啊麦道朗咁啊终点前上嚟啊胜出，跑第二名咧14号的首道再来啦，田泰安咁啊6号啦，黄志宏啊呢只精彩动力追翻第三啦，第四名咧就是黄脚立4号何泽尧。魅影猎飞嗰度加速啊，好犀利啊！咁啊抽翻内档，系咧，啊佢就赢到啦。Thank you.
睇下预计派彩啦，跑第一名系七号嘅微影列飞啦，独人派36蚊，位置派14.5，跑第二名系14号首度再来，位置派20.5，跑第三名咧就六号精彩动力，位置派30蚊，连人位七搭14，派122蚊，二重彩啦七号14号顺序派244蚊，三重彩七号14号六号顺序派1699蚊，单 T 派427蚊，位置 Q 七搭14派51蚊，六搭七派60.5，六搭14派136蚊，跑第四名咧就四号嘅黄脚蓝。睇下第三名张相啊，咁啊精彩动力攞翻第三，都一路霸住条栏啊早段。多马抢啊早段，多马走黄脚蓝冇咁舒服啦早段啊，见到一路前中段都系带人到出嚟半个拎半个拎咁，即系唔得尽情啊。又卖唔到栏添咯，系咯，所以都几蚀一路。步速亦都偏快，相反你微影猎飞上次因为麦道朗好早揈佢出去，个弯嗰度比较蚀啊，今次就够披醒亦都赢得到。佢啊好啊，情和失望喎，系喎，佢嗰度望空晒咧吓，一加速又微影猎飞后过佢噶嘛，都轻易过咗佢。咁翻嚟仲输埋俾嗰只同马房嗰只无心睡眠。即系泥地都要验证下啦，系咯，即系睇今日呢场就唔好好啦，除非系验到赛后报告咩特别嘢啊。呢只啲飞数好硬净啊，明烈飞位置一早热，泥地好犀利，系啊，临尾啲 win 就再落飞。啊，头先泥地啊俾人擒咗，呢场擒翻人啦，麦道朗。嗱，咩直头大热门添？系啊，姚允辉。尾场嗰种嘅啫，布大威猛，嗰只好耐冇见。嗱，麦道朗今日都有马赢啦，两场泥地有表现啦，都系尾场同样美丽啦，上次都追得好嘅。不过今日都要好多配合帮手先赢到嗰啲啫，美烈飞啊！咁你麦道朗离开咗香港就唔去跑啦嘛？四连环预计派彩啦，四号、六号、七号、十四号排367蚊，咪俾翻田太安跑。咁啊，蚀位啦！四重彩预计派彩啦，七号、十四号、六号、四号顺序派9175蚊。田太安跑晒，手到再来赢得啦。温馨提示啊，嚟紧嘅赛期啊，系隔两日啊，12月26号啊 ，Boxing Day 跑马，咁啊跑日马嘅沙田啦，咁啊开跑时间就1点啦，咁啊跑马地就29号啦，星期五啊，又系数两日啦。咁啊睇翻个巡逻影片，起步未影猎飞啊三档，都系缩咗喺后边先啦。无心睡眠呢个档位都冇办法啊，14档焗住流，一 drop 到埋栏。前面就多啲马走啦，呢、這个组别啊，幸运传奇、火钻、黄脚立，出面首到再来、大爱当，仲有只啊，开心涌区。喺入面方面咧，太阳高高拍住情黄，大众开心。咁啊，后一格啦，先睇加宝神驹啊，微影猎飞，致胜时机。尾三位置橙色衫，精彩动力，尾二无心睡眠，暂时殿后太阳之子。头两段嘅步速都比较偏快啲啦，所以呢只黄脚立咧都即系虽然佢上唔到名啦，但表现嚟讲咧佢就唔失礼嘅。左右两只马夹住佢原路咧都系咁样斗扯咧，翻到嚟都系紧紧跑咗个第四，都算好噶啦。首到再来今日都转一转个跑法啦，因应咧多马走，今日尝试下跟马跑咧，个效果都唔错啊。虽然佢有啲即系行啦只马，咁但系翻到嚟咧又有余劲嘅。其他就情黄嘅吊住中间位啦，后边就未影猎飞。走位都冇嘢噶，但系骑落去就冇咯，情况系咯，跑啱晒，好足转咗出嚟啦吓，当起步，即系三位有就冲上嚟啦，系啊，即系美尼飞呢度仲要转噶嘛，后过佢噶嘛。咁、另外咧，潘顿嗰只都近嘅，致胜时机啊，埋边就黄志宏啦，继续都捐埋边啦，系啦，继续用翻赢马一套等，都搏翻个冷披。反而嗰啲加宝神驹上次都上到名啊，但系。今次又好曳嘅，就变翻自己咯。系啦，原先系咁嘅样啊嘛。啊，咁啊幸运传奇啊，大众开心嗰啲啊更加即系遥遥堕后添。好啦，第九场福榜原不排彩作实啦。
位置 Q 七搭十四派五十一蚊，六搭七派六十个半，六搭十四派一百三十六蚊。二重彩啦，七号、十四号顺序派二百四十四蚊。四连环四号、六号、七号、十四号派三百六十七蚊。四重彩啦，七号、十四号、六号、四号顺序派九千一百七十五蚊。孖宝派彩头关六号、尾关七号派一百八十六蚊，头关六号、尾关十四号派四十五蚊。分段时间：头段二十七秒四七，第二段二十二秒六五，第三段二十四秒三，末段二十四秒一九，总时间一分三十八秒六一，比标准时间慢三线半左右。